妈，是的啦。当初发生迄件代志，我也不会问妈妈，还有天宝中，我嘛就歹做人诶。这件代志发生了后，我即摆想起来，我当初确实是做毋对啊。我无应该答应阮妈遐尔无理诶要求，才去害着天宝。天宝，是的啦，我真正绝对不起你。 即摆是天要落红雨啊，是毋？哈？竟然你的灵魂会被偷情，甲天挂回失嘞？哎呦，是我咧迷茫哦，啊是即摆日头对伊西边出来，哈？啊？好了妈，啊其实想起哦，应该回归过来变失嘞啊，伊嘛甲我保证，以后袂阁发生同款的代志。我已经答应哦，要原谅伊啊。餐厅哦，落我毋恁妈妈吼。 去见啦！啊，阮去订位啦！啊，恁两个莫麻烦吼，恁负责来甲我庆生就好啦。爸，安尼嘛好啦。要若无，你若做你去订恁上喜欢的餐厅，啊，你后生是医生，你千万通替我省钱呢。妈哟喂啊！我听到咱囝讲即句话吼，我起码一拢是不能养起来。<笑>好啊，阮再来订餐厅，到时阵吼。 恁的负责良心，当然嘛，无问题。爸妈，我时间嘛差不多啊，我刚想请哦，该等你病医做工课。哎呦，阿娘，遐尼辛苦，无恁就好较注意咧啦，哈。哎，回家太细腻啦，哈。在啦，奶奶，阮是来行。爸妈，再见。再见。天天，奶奶，恁爸爸生日即边的鸡蛋糕，都我来准备啦。 我知有一间蜂蜜蛋糕真健康，也真好食，我相信爸一定会介意。相信，多谢你搁想到阮厝内底啦。我是你的太太呢，因是你的爸爸妈妈，我当然嘛有好意。司令。 多谢你，多谢你愿意原谅我，搁予我一遍机会。其实，阮妈已经知影家己毋对啊，只不过伊伤过爱面子，所以无法度把家己的心肝放较落软的。我知啦。